好了，每个角落都不许放过，先把这个桌子掀了，掀了。李佑，哎，疼疼疼疼疼疼！啊，疼疼疼疼！哦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跟王兄在这儿喝酒谈心。太水岳母，何苦如此兴师动众啊？那这些姑娘，都是你叫来的？啊？啊？啊？都是我叫的。长本事了啊！钱从哪里来的？我是才子啊，这些都是他们自己贴过来的，就是因为我写诗写得好，他们就为了求我一首词，所以就是这样。不信你问他们。我们就想黏着公子。李公子人很好的，我们不要钱。哎呀呀呀呀！松手，松手，松手！好啊，你一个赘婿，竟敢跑到这儿来喝花酒！看回到家里，我怎么收拾你！少跟他废话，带走。啊，走。走吧，姑爷。你们，老爷出来吧。就是。你们走了。来，都走了。走了。哎呀，小声一点，看到吗？老沙才。这才是我的女婿啊。嗯，贤婿辛苦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告诉你，他就是我的女婿。我告诉你，他是我女婿，是我的女婿。我的，我的，我女婿，我女婿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赵成，你这贼子，不要以为你手里头有银子就有用。我告诉你，徐江县十大捕快现在都在外边呢，你赶快给我出来，束手就擒你！你这个狡诈小儿，就凭这个你就怀疑我？怎么了？怀疑你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心中没鬼，你会露出破绽吗？你说呀！爷爷啊，保佑我的女儿心玉平平安安。李佑，你要记清楚了，你现在不是孤家寡人，你既然进了我官家的门，就要守三从四德，要不然你真是丢我官家的脸。官夫人说的对，今天啊，你确实给官家丢脸了。没丢你刘家脸吗？哼，今天他可是从你官家出的门。哼，李佑，啊，走，跟我回家。来人。在，给他准备一本南记，让姑爷好好细读，不要像在那个暴发户家一样丢人现眼。是，你说谁呢？你说谁呢？姑爷，咱们这儿还有谁呢？太水，岳母，我也觉得丢人，可是这谁家的男人去了曲水流觞都丢人。走。回家。哼，今天算你狠。
李佑啊，原本你做我们家赘婿实在是委屈，毕竟我们家新玉，哎。贤婿啊，今天记住，回娘家吃饭，不要老是随你爹爱喝酒，总是坏事。老爷，回什么娘家呀？听说今天你这个好女婿啊，去曲水流觞找了一屋子的歌姬陪酒呢。你看这满身的酒气，哼！你不要看到风就是雨呀、啊，哎呀，大姐，这事儿可不能轻易的放过，不然家法何在呀、啊？真多嘴。哎，这么晚谁呀、啊？是不是那个暴发户又来找茬儿？哼！哎呀！新玉，新玉啊！小姐，你回来了。新玉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去哪儿了？新玉啊，急死为娘了。哎，不要说了，回来就好了。老天保佑啊！来，娘带你见见我们家赘婿。谢天谢地。梅枝，哎，宋小姐回房休息。小姐，我们回房间休整一下吧。老天保佑。看见了，这就是你的娘子新玉，刘某的女儿，漂亮吧？国色天香吧？啊，漂亮，国色天香。新玉，小姐，别怕那个李佑，有我在呢。李佑啊，不，我的贤婿是吧？贤婿，我今天没有喝多，我这是开心。是。多喝了三杯而已，不要扶。我告诉你，你好好的爱我的女儿，进去吧。是。哎，姑爷，小姐刚回来，对你还很陌生，你稍微保持点距离。哦，那我就坐这儿跟他说话吧。那个，我们家小姐也不能说话。哑巴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们小姐只是生病了，生病了而已。她有一般女子没有的优点。什么优点啊？她非常的娴静，不会像其他女孩唠唠叨叨的，影响你写诗啊。这广告打的水准，人才啊！不是不是，我们家小姐梅枝，出来一下，快点呐！去拿交杯酒。是夫人。哎，哎，娘子，你还会女工啊？小两口相处没问题吧？肯定没有问题了。今天不行，还有明天嘛。啊，对对对。
小姐，我扶你去休息。哎，那我睡哪儿？当然是床上啊。哦。哎，不是那张床，是外面那张床。哦。哎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走啊！嗯，这炊事的空间这么小。这世界上还有女门人啊。这炊事也太难当了吧，啊，太难了。这什么态度啊？怎么，守着你家小姐一夜没睡，这防谁呢？防的就是你这个淫贼，去水流觞的常客。哎，你这嘴巴放干净点儿，那就是喝酒听歌的地方，社交场所，你懂不懂？我不懂，那就不是什么好地方。戏精本清的在这儿。小姐，你说还是要和李游见面？也对，这毕竟进了门，总不见面也不是办法。小姐别怕，有我在，他李游不敢胡来。咱们这样。这样你也不用和他说话。相公早。梅枝，你叫什么？相公？这当着你家小姐的面这么叫不合适吧？相公，我不能言辞。所以让梅枝替我跟你说话。哦，所以刚才说的话不是你梅枝说的，而是刘小姐说的。是的，相公，从小到大都是梅枝替我说话。可是梅枝，你这样说话也忒奇怪了。相公，我口不能言，我写字快，所以梅枝要仔细辨认。说话就这样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哎，刘小姐，我能问问你，你这个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？儿时受过一次惊吓，从此畏惧陌生男人，就不能说话了。那所以说，这不是受伤或是生病？是的，相公，来日方长，你以后自会知道。啊，那行，那就以后慢慢了解啊。那我就先上牙了。哎，刘小姐，那既然你不会说话，你会笑吗？哈，哈，哈哈，哈哈哈哈。好。真是一对活宝子。姑爷，姑爷，过来一下。怎么了，西柳？小姐找你。如果你要是问我昨晚的事儿，我可以解释的。李佑，外面人都知道你是我官家赘婿，怎么能不守三从四德呢？姑爷再见。哎，你发现没有，女婿的态度不对呀。嗨。妇道人家懂什么呀？
这男人去曲水流觞，他就是为了应酬。嗯，应酬。嗯，不是为了好色吗？哎呦，夫人饶命啊！我又没去。今天天气好晴朗，处处好风光，好风光。你又五点使啊？嗯，正好遇见你。陈村、李村为了争水在械斗，你赶快过去处理。就我一个人去啊？这就是你该管的事儿，其他不快早就去了。好，那我先去点卯啊。点卯有我呢。哎呀，快去快去快去！哦。人呢？不是说好了在这大树底下见面吗？有问题，被耍了。哎，娘娘，你快跑吧！周县长说你点卯不在，现在要革你的职，打你的板子。是吴天师让我出去办事，还说要帮我点卯的。他们合起伙来要弄你，你看不出来吗？这人不是人，这狗是真的狗啊！这，哎，你别说那些，你快跑吧你！刘，哎，你无故旷工还不服罚？你快跑！你别管我，你快跑！那你怎么办啊？有我呢，你快跑！真兄弟，给我抓住他！是呀！给我推！啊！朱大人，朱大人，这首歌词是出自于李佑之手。嗯，不错，真不错。朱大人，这虚江，不，这江南，这天下，就李佑的诗词。无人能及，徐介元，你可是诗坛名人啊，你也不如李佑？比不了，比不了。我呀，能做李佑门下的一个跟班，便心满意足了。哦，最近这李佑啊，都不怎么搭理我了，就是因为有了这份傲骨，才能写出这般诗词。嗯，真是这等奇才，何不？就是那个雅丽李佑，你不是说他有公务在身吗？来，朱大人。哎，你我着急进行，不能进去。我们今天不接客的，不能进去。我们曲水流觞是你想进就能进的。我，你要是耽误了仙尊的事，你担待得起吗？抓住李佑！你在这等着，我去禀报仙尊。在哪儿呢？追！哎哎哎哎！给我拿下！干嘛呀你们？住手！干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怎么不进去？随兄，这帮人拦着不让我进。谁给你们的狗胆？李慈生都敢拦？去，去！哼，狼狈为奸，又害李佑。李佑，这大白天的，不在县衙公干，来这儿做什么？一定是自视失明，擅离职守。姐姐平日里不出门，对衙门的事真是了如指掌啊！你，大人，我今日得了一首好诗，一时情不自禁，想请您和随介元品鉴一下。我擅离职守，实在是情非得已。
又有一首好诗，快写下来吧。哎，你念，我来帮你抄录。多谢大人。这首诗在这里很应景，正是《咏歌姬》。年少身初见，浑伤加骤离。饥寒今已免，歌舞尽忘皮。长者亲男妾，一名答上仪。犹然是人子，过小莫轻痴。好，好一个犹然是人子，过小莫轻痴啊！看看在座的这些歌姬们，这诗是写到他们的心里去了呀。都是人生父母养的儿女，我见犹怜，跃然纸上啊！的确好诗，入情入理，自然天性。来人，快唱起来吧。陈大人，我觉得这首诗写得不太像我们歌姬。是吗？那你说哪儿不像？我这首诗啊，的确不像姚星儿你。不过呢，我这里还有四句，是专为你姚星儿所作，要不要听一下？恭喜姐姐，恭喜姐姐，李慈胜专门为你写诗了。那你就说来听听。妆成一身娇体态，扮作一副假心肠，迎来送往知多少，惯作相思泪两行。李幼宁，有趣啊，有趣。哎，我说你这俗物，下去吧，别在这儿打扰我们喝酒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拖下去，拖下去，拖下去，拖下去。哼，好了，李幼，既然有诗，那快入座吧。大人，我。李幼，朱大人在此，咱们只谈诗酒，有什么话待会儿再说。是。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。吴大人还站这干嘛呀？撤了撤了撤了。撤。此生理由又出新作品了，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！哎，这写的什么呀？这不是吗？妆成一身娇体态，扮作一副假心肠，这不是骂人吗？这个，哎，骂人。对了，这都是骂人的，骂人的啊！你们知道骂的是谁吗？谁呀？谁呀？歌姬姚星儿，姚星儿，都认识吧？姚星儿，你认识吗？知道为啥不？为什么呀？他造谣生事，侮辱我们江南词声，理由可气不可气？跟你说是不是很讨厌他？让我再看看。哎，都来看看啊！江南词声又出新作品了。还有这种事，现尊大人。早上小的到县衙就被吴典史叫出城办事儿，说不用点卯了，结果下午回来的时候就说我无故旷工，要革我的职，还要打我的板子，我就觉得这肯定是中计了。县尊大人，你可要为我主持公道啊。行吧，本官一定会帮你解决的，先回家吧，明天到县衙来。多谢县尊大人。那个县尊大人，我们俩还有事儿，就先失陪了啊。那好，司静元告辞。聊会儿诗词，聊会儿诗词，快快快快！那个诗词你到底怎么想的？这次到江南来，本来是为了领略这里的美景和人才，没想到才到胥江第一站，就遇到了李兄这样的人才。这肃州府下辖九县，还不知有多少人才。明日我就要启程去太仓了。等我游历完肃州府下辖九县，我就要回老家准备会试了。随兄，那就是说我们今日一别就要天各一方了。不会，等我游历完这一圈会重新回到胥江，到时候我们再去曲水流觞，共话诗词歌赋，
你可别跟我提曲水流觞了。总之，今天的事情多谢你了。那我就在这儿等你回来。告辞。告辞。岳父岳母，好闲情逸致啊！贤婿，听说你今天作诗嘲讽了姚星儿。对啊，我还听说今天你让他面上无光，离席而去。没错。啊，我还听说啊，这个姚星儿……哎，打住，岳父，你怎么这么关心姚星儿啊？提起来他这么兴奋。哎呀，贤婿啊，我实话实说。我去曲水流觞去了好多次，哎呀，花了大价钱，他都不愿意。他说，不仅要看钱财，还要看人才。你说气人不气人？气人。新蒲，雨少深初见，浑伤加骤离，饥寒今已免。利益尽忘疲，长者亲难切，心明达上宜。犹然是人子，过小莫轻痴。本诗出自明末清初的诗人吴家骥，此人是明清之交有名的布衣诗人。年轻的时候主言为生，家中清贫，却依旧终生不仕。所写的诗词以其真实而深刻的内容和高度概括的手法，反映了当时的劳苦大众苦不堪言的生活困境和自己的思想感情。本诗中所用的诗词原本呢是写仆人的，李佑只是改动了其中的少数几个字，却能够完美的套用在舞女的身上，足以证明在旧社会的环境下，所谓的贱役，不管是大户人家的仆人还是服侍他人的舞女，在本质上都是受压迫的可怜阶层。同样，正是因为有着相同的感受，本集中的舞女才会感同身受的哭泣。这便是文艺作品的可贵之处，打动人心的只有真实的情感。